测一下场地哦，我们来瞧一下，让他们坐哪里。拍照一下哦，好，同时记得你们的家的地址有更改或者名字有更改的话呢，啊，记得来给我们帮你更改一下地址和名字哦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要第十届哦。来，我们有这请侧面侧切在上面的。
军好像刚才在有什么。照片应该都有朱小西爸爸的头。